压起来。刺激求情，我想你袂安尼生做才对。你是朝廷命官，官家子弟，又是我的新北人，你哪会捌迄个女刺客？搁再讲，伊拄则是要来行刺你。行刺我？是啊，拄则若毋是满意救你。你已经死在那个女刺客的剑下了，好卑鄙！明明伊安排满意要来行刺我，现在却说满意是要来救我。见水师傅，有八年的武功，今仔日无叫出手，找伊呢？王慧秋，我一身的功夫，有啥物落用呢？哎，得过来！通啦，啊，若照你安尼讲，你学功夫，毋是为着前途甲功名，就是专门要学来救查某囡仔的。对，做你乱讲，找你，为咩来救？才受四阿哥菩萨，我甲袂用个做事不求甚。大个啊！既然四阿哥已经将翠娘甲伊当作是刺客甲叛逆，啊，你搁出面去救伊，四阿哥会讲你是甲叛逆共党个。要若安尼来啊，这个后果都不堪设想哦。杭州，甲四阿哥熟识，伊就设下圈套，步步来第一逼我。我只认为伊是君，我是臣，百般用力。如今伊嘛是君，你同款嘛是臣啊，所以你爱搁再忍耐啊。嘿啦，得大个，啊恁老爸吼。做一世人的忠臣，啊！你即摆若是变成一个叛逆的罪名，你敢对得起死去的老大人？搁再讲哦，阿姆甲大嫂拢爱你来京城求功名，啊！你即摆官也做无成，搁变成是一个叛逆，连累到全家伙啊，予人家抓去受刑，搁再予拖去台，啊！你就是受不了。干那会晓替迄个虚姑娘伫个烦恼，拢无烦恼你家己的安慰。四阿哥既然会准备满意点的宴席，上得要来行刺你，伊敢会这么简单就放你煞？上啊，啥？你嘛紧想一个办法。替咱狄大个通好脱过即摆个难关，安尼毋则对。无啊，你是想讲我是外敖心，都凭我有法度通啊想出啥物好办法来？啊，你毋是足有学问个，
连迄讲陷入石站迄四字你都捌啦，啊办法你也想袂出来啊！啊你哦，我有办法。这人哥，欠伊有嘞，唔免多嘞。我惊四哥先到，所以我越求你来，我无惊动什么人。请坐。首先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四哥到现在还无抓到鱼嘴鱼，若是伊的身份看来，一天一暗，若是抓无到伊，已经是逃走。天苗，但是嘛，你都要静观放心咯。你爱好好为着你家己安危，打算一个啊。这是阿哥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不但会当使你安然离开这个京城，而且阁会当保全你的功名。真好个办法，对啊，安尼敢是两全其美？嘿，好，好，好，出去，出去，我插出来。下定，这敢是会用预防无问题呢？林下定虽然身手不凡，
但是每一摆若是要试用一次，对着我家己的身体，功德会损失三成。所以，我若无到迄个生死关头，我是无去恁家轻易就来使用。李国姑，伊这个人是足爱人尊重伊。假使你若是去拜访伊的时阵，这个礼数你都爱格外周到啊。拜见国姑老爷。青瑶，林青瑶啊，哈哈，你这个囡仔啊，中进士黄金店，也不用来给这个老大人拜望拜望啊。今仔日突然间派人来要创啥啊？嘿嘿嘿，国姑老爷，请你头壳甲压落来看卖咧，你就知影讲阮连大人，是叫阮要来创啥呀？哦，提较悬咧，提较悬咧，是。一箱，翡翠项圈两对，玉箫金冠两对，古玉盘金元器各一，另外明珠玛瑙鸟眼珠母里各一箱。惊讶啦！啊，你搞搞搞！原来哦，惊讶今仔日就是派恁送礼物来咯啊！啊，我等起来。啊，是是是。诶，嘿嘿嘿，国姑老爷，要阮连大人吼，要嘛亲身要来遮拜问国姑老爷哩。人咧啊！哎，弟弟，人来等足久的安尼。是嘞是嘞，大是嘞，老夫亲身验证，验证。本省林敬尧叩见国姑。
情是我的本色，你放心，一定听我的话才对啊。你待我。什么人讲什么语言？求你命里人，我上金殿，君王的家境，新的美言啊，家境新美言啊。啊！皇帝呀！金瑶啊，你拄只所提出这两位啊，就是天下间上界难应付的人啊，你知无啊？哥哥，除了你，已经无人会当救阮生咯。这，我变老化。哥哥老爷啊，你嘛知影讲。这个何伊人必有所求啊！嘿，对啦，啊，人伫咧讲吼，替人的钱财，就爱替人消灾，咱若无法的是唔通收哦。对。好啦，紧要啊！无你到底明仔载透早叫我去见皇上，是要叫我家讲什么威严啦？明仔载透早，国舅来见皇上了后，才来见温静啊。阿姑，你讲什么？温静啊，阿姑是咧讲已经奏闻皇上啦。也奉灵经瑶去四川做孙母啊！阿姑，你做对灵经瑶这么好？阿姑安尼做是伫咧甲你斗脚手的啊，文静啊，你一向敢是甲这个灵经瑶印象无够啊好，敢是？要即马该派去四川做孙母，啊，虽然孙母官未少来讲吼，一切军事无咧插啊，安尼对你敢是？阿姑，你敢知林景瑶是小有奇才，伊唔肯做我的新北人，我恐惊你来被别人利用，所以我爱死，我袂用咧让伊走，我爱死。文静啊！文静，你唔通袂记得呢？迄个女刺客啊，你还袂抓到呢呐？你敢是一直咧怀疑讲，这个女刺客甲林经瑶有熟识啊？要既然也是这个会用用飞剑，这个刺客甲经瑶是好朋友，要你提死经瑶？迄个女刺客。有哪会来复仇哦？文静啊，飞剑出人头啊，袂输你迄弟子啊！林庆瑶已经会安然离家，而且伊还阁做四川的孙母，这拢是你的功劳。若毋是你冒着性命的危险，窜进宫来救伊，伊要哪有今仔日的？杨夫人，到底哪有甚物功劳嘞？
风景遥不思传。在杭州万荣楼的时阵，林清瑶捌甲我讲过，伊讲你是一生中唯一动真感情的女人，就是你。伊姑娘，你用安心住踮在这个所在，明仔载是阮正要进宫去甲皇上问安的日子，到时阵。我会叫你打扮做查某囝，要我嫁妆要去进香，才送你出城。多谢严夫人。